台湾廿十年来，全国各中小嘅学生嘅人数少脱34万人上年，冇53人嘅小教见来见到位，就用苗栗县来做例。就苗栗县教育处统计，今年度全县一年生嘅人呢，就有4461人，有3间学校根本就冇新生，偏向有两大问题，就是高龄化同少子化。今年是两年出世的会行个好冇？也就是先来看苗栗县的情形。在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负担重视文化产业，你觉得我们台湾重视什么？教育还有什么？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教育真的我们一直在重视这件事情。西班牙学时常赴同一道，到台富山区台南国小创教行行80年，苗栗县当地传统办办有太平，也做太荧幕。台南国小虽然是配合乡镇小学，今年还上一道，桃园大十学生的最两台平板电脑，不过还是受到数字化影响。本来今年小学年生有一些新生，不过最末还是无来托。苗栗县全县今年三间国小却按样无新生报到。年代学生诶，有几百杀啦，吼，一个班级有五六十杀啦。那因为我们大湖是所谓的传统产业，也持续在做一个少子化，也面临到一个所谓的老年化一个状况。泰国乡镇两台困境，最高龄化同少子化。公馆乡沿岸村的社区发展以后，不过全村九年每年呢，请五十红牙出世，再有30人装备过身呢。社区想尽办法，爱六年装备做长面工同长面婆。尤其啊，到乡下，老人家哈，悄悄的老的哈，做老化当家，过生日的哈，人讲的，生育率当大呀。哈，故说讲，像人家云南社区。你啊，攀关怀祭奠吼，啊，本老人家讲啊，同老人家向下大下气势哦，有安尼做吼，老人家一天唔会人讲个戆脱啦。哇，好棒！苗栗县头一撮太行生女亲子馆，很多台风师、台风中南天气，一几年来认真科技生意落去，人口增成长。亲子馆今年张开放，当年主文奶奶现场摆列的项目拼凑落去。头份竹南这个区块有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完善的一个亲子乐园，让我们会觉得比较安心。但是我们家长最重要最需要的是小孩子的公托的问题，跟小孩子的就是他们的学区的问题。那但他们至少有一个说我们不需要太大的压力之下而去找其他的私托。附设幼儿园对我们国小部的一个长久的教学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因为我们让孩子能够在幼儿园稳定就读之后，对学校的认同度会提高，进而就会延伸他到国小就读的意愿。苗栗县内上乡所长近来近台，配合乡镇严重少子化，除非天气加重，三万争取公托名额，按样要卡上工资。配合乡镇国小，要希望公托带来好生的，带来希望。下个新闻，吴祥平、钟荣修，苗栗报道。